课呢，哈，原则上呢，我预估大概就是说，App 的开发哈，然后这边后面会跟网路，当然我预期是希望能够衔接跟网路，比如说怎么样跟网路上面的 server 做一些通讯，你可以取得无论是档案或资料库，那尽可能是双向的。那如果可以做到这一点的话，你当然很多事情就会变得很简单。不过呢，可想而知，这样的技术啊，在现阶段来看，其实还有它的难度在，需要解决的点还蛮多的。但第一个，你要光开发 App 好了，开发 App 的技术啊，其实就相当多的种类。那其中我们这学期，我当然会希望说以那个 Android Studio 为主。那 Android Studio 前面会有一个像 Eclipse 啦，不过 Eclipse 现在 Google 不喜欢它了，所以把它踢掉了哈。OK，那现在你在 Google 的网站上面能够下载的就在 Android Studio。那当然，它一定会有一些差别啦，是不是完全不同？当然不是，只是说它换了一个开发平台而已。那开发 App 是不是只有用 Android Studio 或 Eclipse？当然不是，还有很多方法。像我们上个学期哈，就是利用那个 jQuery Mobile，用那个做网页的方式来做 App，而那个方法比较偏重在美工跟网页上面。那速度的话，哈，感觉好像也会比较稍微快一点点，而且能够做的哈，比较偏重在如果你要求的是视觉上面会多一点的，可能漂亮一点的哈，啊，那个方法会是比较 OK 的。那如果说你今天是比较偏向是，比如说你要去呼叫一些硬体装置的哈，可能你可能用到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会比较重要，就是但是它的语法是用 Java，啊，用 jQuery Mobile 的部分哈，它是用那个做网页的那个部分哦，有点不太一样。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啊，其实像网络资料库哦，各位也要有一个认知，就是说哈，牵涉到网络，牵涉到资料库，这个时候呢哈，恐怕要不就是说你要网络上面会有个 server，可能你就要架站的心理准备啊。如果你有 server 的话，那上个学期我们是用到 PHP 架一个 server，然后。如何透过那个 jQuery Mobile 去连接 PHP？那这当然技术上面会比较难一些，而且你自己本身要有 server，或者是说你可以用那些哈那个 cloud，就是你的那个云，也可以用云端的相关资源。那云端的相关的，我想很多这个云端的那个网络公司，它有提供相关的那个网络资料库，或许也可以成为我们的这个资料库的一种方式了哈。那首先的话，我简单做一个自我介绍。第一个哈，如果你要找到我的东西很简单哦，我常常做自我介绍，第一个就是吴老师哦。如果你要了解我之前曾经上过有关的 Android 部分的话，你可以到我部落格里面去找一个懒人包。这个懒人包里面呢，就跟 Android 哈，因为之前我讲过，本来 Google 是推 Eclipse 啦，好，然后突然间他又改成 Android Studio。那这样当然很多人开发人员来说的话，其实是，会是一个问题啦。为什么？你要重新再学习一个新的环境，那学习一个新的环境又是一个头痛的点了。那 Eclipse 如果你学一学，那怎么办呢？它又不 support 了，也许新的东西没办法在上面 run，那怎么办？你只好用那个 Android Studio。所以哈，各位要，也许这一班好像有一些同学之前有上过用 Eclipse。但是慢慢你可能要改成用 Android Studio，那怎么做哈？这个其实会有一些难点，哈。那不过没关系啦，我会把一些可能遇到的问题哈，慢慢再跟各位做说明。好，那这个 Google App 开发教学里面也会找到我哈。那其他的话，那我大概基本的介绍，因为我本身最早也是从事那个程式开发工作，哈。然后后来的话，陆陆续续在教这方面的课程，所以在一些单位哈，也曾经做过这个一些教过一些课程。那再给各位看一下，其他的话呢哈，在业界也待过很长一段时间。OK，那除了说在我们这边的哈，劳工大学，其实劳工大学我在这边待了很长一段时间，到目前为止哈，从民国88年到现在，啊105年。在这里的话，也十七，一眨眼的功夫，已经16、17年了，所以算是我历来应该东吴更久了哈。OK，
所以其实在从事这方面教学工作也很长一段时间哈。OK， 那当然累积了不少哈，那证照一堆哈。然后观看是这个是我的频道，那我的频道不止一个，其中有一个频道观看次数也超过400多万次了，然后那个订阅人数也超过9000多个了哈。那当然，如果你想要透过哈一些分享而获得一些回馈的话，比如 Google 会定期会汇钱给我，所以 Google 也是我的老板，他 每个月或者甚至年终他也会给我一笔奖金。那里面的话当然你可以从 YouTube 部落格网站 App 其实都是可以是来源，那你可以看到，当然不过说真的你要靠这个当成是你的收入主要来源其实不太容易，但是不无小补啦。OK， 旅游出国旅游的那个费用应该都足够了。OK， 那其他的话，在那个证照方面呢，我也担任过那个证照的那个审题跟命题委员。OK， 好，大概是这样子。那大概课程特色当然会更贴近那个但我的特色就是上课呢会全程录影好。而且呢画面也会提供给各位那个城市最后的 source 啦，然后提供一些业界可能目前开发的一些经验。再来就是说一般的上课用书因为现在书蛮多的，不过书里面它可能有一些缺点，就是说它有些动作它没有办法用文字叙述告诉你怎么做，可能你自己买书回去 K 半天发现一个问题，还是做不出来，还是卡关，尤其可能第一关就卡住了。哪一关呢？你要把那 Android Studio 把它 run 起来都是一个大问题。为什么？ Android Studio 里面牵涉到很多的东西，你必须要选对，因为你如果选错了，很抱歉后面就出不来了。第一个你要下载 SDK， 从哪边下载，要下载哪一个才对，因为它好多个啊，对不对？第二个下载完之后你要把环境兜起来，然后呢可能还牵涉到怎么样，你还要启动一个模拟器，那个模拟器呢你要选哪一个才 OK， 开发版本这么多，你应该选哪一个版本才是最好，因为现在 Android 从最早1点几再到现在5点几6点几可能7点几都快出来了，那你要用哪一个版本才是最 OK 的没人跟你讲我用最新的，书里面都用最新的，但是很惨，那个最新的你把它弄起来发现的 没一台手机可以 run， 为什么？因为最新的版本它没有办法安装在旧版比如说你是开发环境 SDK 是选 5.0 的，那你的手机只有 4 点几的话奇怪怎么装不起来原因是你选的版本太高了啦所以怎么办呢？你要选一个向下相容的嘛，而且可以 run 得起来的，还有在哪个模拟器里面 run 都是一个大问题OK， 诸如此类的我想这个我给各位的大部分都是消化之后的知识啦，而不是说我今天照书来讲照书来讲很简单嘛，像书商也都会提供 PowerPoint 嘛，我就 PowerPoint 秀一秀就好了，这样上课多愉快，但是这不是我的不是我的这个课程的特色啦我的课程特色就是我尽可能这些东西呢我都已经帮各位 run 过了，而且这些东西确定是 run 没有问题，然后呢我也 run 一遍给你看source 也给你了，那你当然你也可以选择 Ctrl-C Ctrl-V 啦不过当然不建议啦Ctrl-C Ctrl-V 然后 run 了起来，至少你要能够看到结果，然后再来的话呢去做一点改变吧，然后呢并且把多个范例合并为一个可能综合性的练习，然后慢慢的也许从基本的元件开始会了之后，那再来就是会有 data 的问题，你 data 应该放哪里可能是放在一个小部分的 data， 然后再来可能就是大量的 data 放哪里，那你这个 data 可能是手机端的，那如果还有 server 端的诸如此类的还蛮多的我想这个东西的话要讲其实要蛮花时间的另外再来就参考书我想各位应该手边应该都不止买一本书啦这些书太多了，可是这些都必要，为什么？因为很多就说真的啦，很多功能你当然你不会做，那你想要很快的可以做出来
最简便的方法就是你去找到有 sample， 把 sample 拿来怎么样，稍微Ctrl C Ctrl V 吧，对不对？ Ctrl C Ctrl V， 但是特别注意，你也要懂得，因为很多人呢，即便给你的 source 了，网络上都 Google 得到嘛，对不对？给你结果奇怪 run 不出来，为什么？ OK， 可能你有些地方没有设定好，那这个我想也是我们上课的重点啦，但是我有很多东西参考书里面也都会提供答案，然后斟酌啦。所以你们要学的应该是学会如何把一个给你的 source， 至少你要把它 run 出来没有 bug， 我想这应该是比较重要的，比你从无到有写出来来的可能更重要，因为 无到有啦，但我不是那种一定要那么严苛的，像有老师说你要自己打，你要从头打，我要自己打，等到你打完这门课早就下课了，所以是量力而为。当然最好是如果你可以的话，你就自己从头到尾自己call一下，注解要加一下，如果不行的话还是参考一下东西，有些参考书目里面这些比较旧的比较新的，像可能请各位参考几本书啦，那我比较推荐的有几本，这一本应该坊间应该书架上蛮常看到的，那这本是齐标的，那这本书呢之前的封面是橘子色的，现在改成有点小绿色，橘子色那个时候是用 Eclipse 的，那最近它里面只是做了一个改变，就是把 Eclipse 的开发改成用 Android Studio，其实内容上面章节好像都没什么更动，大致上都一样，OK， 那这本书第一个参考用，第二个可能我比较喜欢的啦，因为这本书基本上难度会简单一些些，而且它的范例也还算是蛮一般的 简单的 OK， 也比较好上手，那这本书已经出到第五版，而且一直都很畅销，主要就是里面它也有提供一些教学的影片，当然你也可以稍微看一下了，至于它里面讲的方式陈述的一个过程其实不太一样，那这本书的话是叫 Enjoy 的初学特训班，那它里面大概会有几个章节，总共它分成，我记得好像是分成，我大概会用这本当成我们参考参考用书啦，不过这本书算是比较入门，里面呢它没有讲到网络的部分，它也没有讲到，有讲到资料库，不过讲到 SQLite， 它没有讲到那个可能是网络就 server 端的资料库该怎么做存取，也许的话如果没讲到的部分我们可以用额外补充的方式再来做说明，OK， 所以这本书的话算是比较基本啦，那以对，如果说你完全没接触过Enjoy 开发的同学这本书我想是比较好上手的，那因为我也不知道说各位的那个程度到底落在哪里，因为当然如果你们每个人程度都比较好，然后我们可以讲的比较多了，如果当然相反的看起来好像熟面孔大概看起来好像三分之一吧，三分之二有一些同学好像是新加入的，那很欢迎各位，那这边其实劳工大学其实是一个蛮好的充电站，你可以应该来过，第一个当然设备上面各方面应该都不算太差，空间上面也不会那么局促，因为有些补习班大概空间只有我们教室一半吧，可是要塞进所有的人，因为我以前有待过其他地方，我看哇教室怎么这么小，挤这么多人，大家都在那边挤在一起，这边不会，那而且这边比较有学校的 feel 啦，不过各位也放轻松，因为我看到你们都很严肃，我也感觉会有点怕怕的，因为我的上课说真的我会很希望是一种在很轻松的气氛下，我都不用氛围啦，因为感觉好像那用很轻松的方式可以学习，因为这东西其实它并没有这么可怕，会可怕的原因是因为你觉得它可怕它就变得非常可怕，那当然第一个请各位注意一下这个上课用书，不
不硬性规定，但是你可以自己去是量力而为。不过我建议了，你手边至少要有个参考用书，我强烈建议先这本哦。好 ，OK， 那总共会有几个章节？总共会有1到16，它这边总共会有16个章节。16个章节呢，当然如果对应到我们上课的时间，刚好如果一周上一个章节，对，那就差不多了。哦，感觉好像也蛮 match 的。好、哦、啊，也当然前提我也不太希望赶课了，因为赶课感觉这个会。整个上课的气氛就会变得很凝重、哦、所以尽可能的你们还是自己、哦、可以有一个参考用书，然后回家稍微把它看过。那这种参考用书强烈不建议你们把它当散文看、哦、因为看得很吐血。 OK， 因为它其实真的，所以很多人会买书回去看完之后呢，发现会觉得老师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写什么，我已经看了很多遍了、哦、我就跟他讲说这个不是一般的小说跟散文，它只是一个像字典一样的东西。字典你不是说会从头看到尾的啦，你就是当你不会的时候你再来看。那你要什么时候看？就是你要动手做，当你动手做不出来的时候你再去看。如果你做了出来的话你就不要看了，你会做你干嘛看？对，所以前提是你要先动手做、哦、很特别注意啦，程式开发好、哦，最忌讳就是不动手、哦、只 动眼睛，然后什么都不做。但其实当你也许你好像会，但实际上你可能还是做不出来、哦、所以特别注意一定要动手做。无论说你到底做不出来，做得出来做不出来，但是你就是要动手做、哦、即便你 Ctrl-C Ctrl-V 至少你还是要贴对地方、啊哦、我 source 给你的很多同学还贴不出来的，说老师为什么你可以我不行、哦、那有时候一看、哦啊、明明我跟你讲说贴在这里你为什么贴在那里，一看就知道是错误的、啊哦、所以至少你如果还贴得出来那表示你还有进入状况。 OK、哦、好，那里面的话大概目录总共会有16个，那前面部分的话就基本的、哦、前面两个好像感觉好像都一样的东西，那第三个一直到第七个其实都是基本的元件、啊、这些元件如果你有学过其他的程式语言应该都觉得差不多了。像 TestView、哦、就是有点像其他语言叫别的名称，叫 Label 或者叫什么，反正就是显示资料显示、标签的地方。然后再来就是 AdTest， 就是文字方块吧，反正你就可以放东西的 Button 按下去哦、所以你如果今天要做一些输入的东西、哦、可以。然后还有 Toast 跟 Align Dialog， 这个是一个 image， 秀一个 image， 秀一个讯息、哦、然后下拉清单，也许是点了之后再下拉，或者是说还没点就自动下拉的、哦、那当然这边有个叫更正一下 Checkbox 是多选、哦、多选。那 Radio Button 呢单选， Spinner 呢是下拉，所以这些东西的话基本跟其他的开发其他语言也都有。 Image View 顾名思义嘛、哦、放图的。 Gallery 这个是有点像那个艺廊，它可以用播的，可以向左播向右播，有没有？应该有用过那种东西吧、哦、用播的，它的那个图会轮转，有没有？一直播一直播，它就会一直换一张换一张换一张，用播的、哦、Gallery。 然后 Grid View 的话就是一个表格式的那个缩图，List View 是放那个文字的，它跟 Spinner 很像。 Spinner 是点下去才秀清单，那 List View 是没有点就清单就出来了。 OK， 所以如果说你视情况、哦、可以去选用。那再来就是功能表 Option， 比如说手机上面有那个选项按下去它会跳那个选单、哦、啊怎么做，或者是 Context Menu 是按住某个地方大概两秒钟三秒钟它就会下拉一个清单出来，那个叫 context menu 怎么做、哦、那这里面都有讲到。还有就是说、哦、如果你今天的那个app 的那个页面、哦、不是只有一页一个 page， 你有很多个 page 要切来切去的话，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用 intent。 intent 的话就是、啊、把那个你的画面给叫出来，然后这个时候会有需要很多个 activity，
一个 page 就会对到一个 activity， 这个 activity 有点像是我要去控制这个页面的一个，怎么样？它有主导权的一个物件。好、哦、，OK， 所以一个页面就有一个 activity， 那你要跳过去的话，就透过 intent 哈、哦。那 intent 当然不只是它可以切换画面了，当然用法很多了。我好像在云端上有一个 intent 大全，它也可以怎么样？呼叫外部呼叫，比如说你要外部呼叫地图，外部呼叫网页，外部呼叫什么电话号码？比如说你打个电话嘛，你要点下去自动跳出那个拨号的画面，那就用 intent。反正外部呼叫哈，或者呼叫什么？呼叫照相机，按下去它相机会跳出来。那这个地方也是透过 intent， OK。那 intent 它的用途非常的广泛，啊，比如说切换画面，或者是外部呼叫，其他的周边都可以透过 intent 来做。这个后面回来再讲哦。啊，还有什么呢？生命周期，啊，比如说像那个 activity 啊，最重要这个东西啊，其实每一个，啊。每一支这个 app 哈，它最重要的里面的最基本单位就是 activity。那 activity 里面呢哈，就会有所谓的生命周期。所谓生命周期就是什么时候启动，启动的时候做什么事。所以它第一个是 on create 啊，就打开的时候，它会把那个页面给叫出来，就是那个我们的 view 啊，哦画面有没有把它叫出来？那都是借由谁？借由这 activity， 所以它会有一个生命周期。那这个后面还会再讲到，那也就是说呢，你有些程式哦，不见得一定是写在 on create， 就是启动的时候，也许你在别的生命周期啊，比如说离开的时候，比如说进来的时候，你可以建一个资料库，离开的时候把资料库删掉。那这个时候，那你要去了解生命周期，程式该在哪边去撰写啊？我想这个部分的话，后面还会再讲到。那资料的储存，那储存特别重要，是储存在那个手机端哦，不是储存在 server 端。比如说你有一些暂存的资料，小量资料，那会有一个叫这个哦 ，share preference 这个这一个物件哦，它里面就可以存放一些暂时存放的一个资料，存放在手机端，而且它是用 XML 的那个档案格式哦，去帮你存放。然后 key value 啦，一个 key 对应一个 value， 什么名称对应什么东西，那或者是 file。如果你要存档在手机端，那其他还有像 SQLite 的资料库，时间、多媒体、Google Map 等等的哈，还有发布。所谓发布就是说呢，当你做好了一个 App， 你要把它放在 Google Play 上面，使用者一搜寻也可以搜寻到你的 App， 并且安装到你的手机。那怎么做？另外，当然你可以挂广告，如果你的下载次数够多的话，哦。啊，这种也是发布的方法了。我有些同学讲说，老师，我的东西还只是练习阶段，我还没有要发布的话，那我有没有什么方式提供 APK 档？其实就 APK 就好了。然后呢，顶多是给 user 一个QR code， 当他拍了 QR code 之后，自动帮你把那个 APK 装到他的手机里面。那这个动作呢，其实也相当简单的，而且用到的机会也非常多。那他怎么做？我想这个都是我们后面还会再提到的重点。好 ，OK。那再来哈，进阶一点的了哈。这本书我也蛮推荐的，这本书还卖的还蛮不错的哈。然后这个也是季风的哈，然后作者是叫黄宾华哦。啊，这本也是用 Android Studio， 而且他们的书的出版的时间都还蛮新的。大概都没有很久了，因为 Android Studio 哈也是最近才改变的。那其实说真的哈，这个当然哈，网络上可以找到的资源也是相当的少，因为这东西才出来没有很久。哦，啊，其实会开这门课也是希望能够跟得上那个，改变的脚步吧。哦，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呢，教这种课程的老师也蛮累的，才刚想说 Eclipse 已经很熟了。现在已经要把 Eclipse 丢掉了，以前我熟的东西全部要回来，要重来一次了，哦，真的是很累。那以前如果教的很熟悉的，一下子又要重新再学习一个新的，哦，不过还好我的心态是健康的。为什么？因为我知道这已经是无法改变的事实，所以呢我很认命的。而且没事的话，我就是会去书店看一下到底有哪些不同，
那我不是从头到尾看，所以我说不是不把它当小说看，你一定要把它当成是工具书，所以翻书的时候一定不要从头到尾看，要看哪里呢？那就看改变的地方嘛，一样的地方我根本把它跳过嘛，对不对哈？看哪里不一样，所以翻书像我看书很快啊，我都会去像成品啊，一般就搬一大堆，然后找个地方我就开始翻，哦，开始翻，然后哪些不一样啊？差不多，大概这本书只有大概几页不一样，那我干嘛买你这本书 ？OK， 这样很快就看完，我把它记下来，回去赶快踹一下，变成我自己的东西了，整理出一套我的东西，你看多好，然后再换一本，再换一本。所以现在书商也蛮可怜的，现在要跟书商要书，他们现在都比较不太提供了，甚至他现在直接提供给你，那个什么电子书，而且还只提供给你60天的这个试读啊，他们是有提供，我也跟那个季风要啊，可是他是提供那个电子书，所以我的电子书哈。好，那这本书哈，红色的部分是上一本书没有的，那可能就是我们增加的部分吧。像 activity 哈，旁边有一个叫 fragment 哈，跟 activity， 你想说哇 ，activity 已经够头痛了，又来一个 fragment。这 fragment 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是用手机，那用 activity 就够了。但是如果你用平板，旁边会多一块，有没有？那怎么办？你就用 fragment。OK， 就是说 fragment 它会把如果是你是手机，它就出现纵向，旁边不会出现。但是如果你横向，它就旁边会出来，版型的不太一样。OK 啊，所以这个地方的话，也许之后会再做说明吧，哈。那还有其他的像notification 这个就是会自动弹出一些东西，然后bokeh 就是外部如果简讯进来，或者有外部的一个什么发布一些讯息，那你要怎么去接收，甚至你可以去存取它的话，那其他还有像 service 就是等于是有点像 activity， 但是没有画面啊，并且可以常驻在你手机里面的一个 service， 不会被关掉的。好，也可以用 service。那这边的话，这个我想比较进阶哈，还像那个感应器应用啊，比如说有什么感应器，像三轴啦，或者像陀螺仪啦，或者你可以感应一些东西，那你怎么利用感应器获得一些资讯，去帮你做控制？而且控制不是用 touch 的，是用它本身的那个一些感应器哈，去做一些后续的判断。那其他还像多媒体相机。还有像什么 AD Mall 哦，这个就是在挂一些广告上去吧，哈，然后发布等等的，所以这本书我想会比较稍微进阶，所以我们大概这门课哈，参考用书大概就是这本，跟那个下一本这本两本吧，哈，那你如果说尽可能啊，如果你手边一本书都没有的话，建议哈至少买个一本来看看吧，哈，然后当成参考用书，然后 OK。那今天的话因为第一次上课了，那我之后上课的方式非常的单纯，我的习惯就是反正我就按照那个我们的进度，不过刚好同学提到了，因为这样的关系同学互动，跟同学互动的机会就变少了，好像感觉这一整学习下来很少跟同学讲没几句话，好像互动，大家都跟几个同学互动，所以是不是同学提到也蛮好，就是可以分组。那组别的话，可以针对你有兴趣的，可能就是分成几组吧，三组、四组，反正无所谓。然后呢，可能你喜欢的东西啊，然后跟找个志同道合的同学，然后一起研究一下，也许在不一定。最后一堂课了哈，也许在中间刚好你们有没有什么新的发现，然后跟大家分享，也可以跟大家讲一下，那大家可以 share 一些东西啊，可以做一些双向的互动，然后可以讨论一下哈。我想这样学习起来可能会比较有一个目标，学的也会更，我想更有那种方向感的哈。这个我想可以想想看分组这一件事情，然后同学刚刚提的，我觉得蛮好的。好，那等一下呢，请各位帮我做一件事情哦，就是那个课前问卷，因为我不知道你们到底程度到底好不好，
还有就是说你到底想要从这门课里面学到什么东西。所以等一下请各位记一下 GOO.GL 后面呢 3DS84、都是小写 3DS84、那里面的话白板也有了，上面白板如果那个前面的同学看得到的话就稍微看一下，那里面的话大概就是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这个看起来好像不太，我用 Google 浏览器好了，这个 OK， 课程大概讲一下，然后问题一问题二，还没上课之前是先考各位两个问题，就是请问问题一的答案是多少，问题二的答案是多少，啊，这都是简单的 Java 问题，如果你懂一点 Java 的话应该知道答案，但没关系，如果你不知道你就乱枪打鸟一下，你就选一个，比如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阵列，然后呢这个阵列跑回圈，但是回圈是减减哦，不是加加哦，反过来的，然后呢它的条件它的初始值，这个第一个答案是多少，第二个多一个这个东西 array sort、array sort 就是多一个什么排序，排完序之后，当然，这个结果问题一跟问题二的答案就不一样了，那底下有四个答案请你给我问题一跟问题二的答案，OK， 那这个应该如果学过 Java 的话，而且学了有懂的话应该不难，OK， 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相关的，那你告诉我你的程度，然后希望不哪一部分为主，学习动机，大概快速的给我啊，预习期望，或者你不知道预习期望要答什么，你告诉我一下你的行业别好了，你到底是做什么的，为什么你会想要学 App， OK， 然后你希不希望上课课后的那个影音录影的，如果需要的话打一下，那再来的话这个也很重要，因为我们这门课需要选出一个班带，然后呢其实没什么事情啊，有那种 旧同学应该都知道，然后一个学艺，等一下可能你们下课要记得来这边签到，然后呢如果选四的话最好，因为这样就 一劳永逸了，那如果选考虑的话实在是没有人选四，那我们就从考虑里面去找出那个两个同学吧，然后大概是这样子 OK， 是，不过如果选四看就是是不是期末给个奖品之类的吧，不然的话会不会没有人选四这个没办法，因为我们劳工大学有这个规定啦，而且这个班带到时候可能要帮忙也没做什么事啦，其实好像也还好，顶多是来之前去办公室一下帮忙拿个东西，尽可能要不就是一个旧生当班长，然后呢一个新生当学艺，这样子的组合啦，不过尽可能 OK， 这个是第一个有关那个我们的问卷部分，那第二个就是相关的后面的讲义跟一些相关的补充，我是把它放在下面连结，所以如果你做完问卷也可以连到第二记得是 8TQQ39 网址也写在前面白板，那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